吃了吗？谁蒙混过关啊？我今天可是留了一手给你们的，我今天可是有准备特别丰富多彩的词让你们猜。谁说听不到的？都听到了没有？都吃了吧？我今天晚上还喝了奶，哇，奶真的好好喝，奶是这个世界上发明的就是最棒的食物没有之一。然然然然，等一下帮我们探望一下拉姐好吗？希望拉姐身体能快快好起来，然后还有然然也要注意身体，要好好休息。哦对，拉姐让我给大家带个话，说身体有一点不舒服，但是大家请不用担心，哇，期待午夜和大家见面，哇，听到了吗？北极星们，一个魂儿们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我还加上了贝拉的鱼皮。哦，都听到了吗？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我们会加油的，我们会给大家表演最好的节目的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！哎，收到就放心了，是吧？哎，我刚刚不是说了今天有留了一首给你们吗？就是接下来所有的一切行为，你们就都当成是猜词就好了，听到了吗？要注意看冉冉的每一个小动作哦。然后。那个，我现在就要来了，哈 ，Hello， 那个 ，BGM 再关小一点点，嘿，嘉兴涛吗？看到了吗？哼，别不骂，不是不骂，嗨，假如你到了一个地方。那里没有门，没有窗，别担心，你是在我的心里面。对啊，这就是壁咚啊，不是词，不是壁咚哈。我们嘉兴堂最可，我说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思考，但是思考了之后，我还是会这么说。谁刷的图呀？不许刷图！什么图啊？我都说了，是让你们猜词，已经开始了，不是壁咚。那就再来一个，反正还有一题，你们两个一起猜吧，反正差不多意思的。你知道你和天上的星星有什么区别吗？因为星星在天上，你们这应该听过哈，星星在天上，而你。在我心里，
谁说给我整不会了的？快猜词呀！我这是让你们猜词。一，哼，土不是土味情话。两个词，我现在已经给你们出了两道题了。你们不猜完，我就不换你换我猜了。哎，不是啦，真的挺简单的。你们再猜猜看，几个字？三个字。这是我的手背，这是我的脚背。You know， 你是我的小宝贝。不是告白啦，三个字。没有，不是才歌，不是才歌迷，也不是我爱你。那我再多说两句，你们再。这都是我精心摘抄的，好不好？别土了，就是，我觉得想出这种那个这种话的，就是都很厉害，这些作者都超厉害的，我就想不出来，我要多跟婉婉学习。都超厉害的，我就想不出来，我要多跟婉婉学习。不止哈，我还没有讲完，你们继续。哎，对啊，是彩虹屁啊！既然你们猜出来了，我就不讲了。既然你们都已经猜出来是彩虹屁，那还要我讲吗？哦，第一个你们还没有猜出来，那我就再多说两句话。哈，嗨，别问哈，这不是。这不是要继续讲吗？好听着。是什么来着？猜猜我的心在哪里？是左边吗？哦不，是在你那边。笑死。屁，还有一个词的好吗？还有一个词，你们给我整不会了，这不就是我比划你们猜吗？人工降雨，你们想再下滑雨吗？我可以帮你们那个雨量增大 max。你闻到周围有什么味道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你一出来，谁说怪的？是一个字哈，没有啊，怎么你一出来，怎么嘉兴他们一出来，空气都变甜了呢？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什么叫人人都来点？我努力不尬住，这。那个评论图爹麻的，给我注意一下。我们这个，你们想想彩虹屁呀、啊！谁说雨越来越大了都？哪下雨了？那个天气晴朗，太阳高照，哪下雨了？不是天，不。嘿，算了。嗨，算了，你们既然你们猜不出来，我就直接告诉你们好了，其实是，别雨下整夜了，我要公布答案了，你们猜不出是吧？你们猜不出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答案是两，那个大家好，我是啊嗨有新来的小伙伴吗？我是 A 色的家人戴安娜。那个有新来的小伙伴，那个第一次见面请多关照哈。那个土味情话还是我们向往比较高，就是我会多向他学习的，我跟贝拉会努力练习的。干嘛？不要刷问号啦！什么特大暴雨，雨下整夜，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是吧？哎，我都已经可以脑补你唱出来了。来，还有没有什么雨的歌？你们现在能唱的，快，你们唱一句，我就能脑补一句。
大家好，我是 ASO 的赤丹范刚担当毕佳然。嗯，你们喊那个抽象小佳然也可以，你们要是不喜欢抽象这个词，喊我喊我什么好呢？喊我超现实主义小佳然也可以。哦，猜出来了，被刷过去了。哎，那就当做你们都猜出来了。哎，我觉得可以。谁说反矮的？说反矮的那个给我站出来！谢谢我给你们降温。嗯，那个不客气。我也不是每天都是可以下雨的，我只是偶尔突然有这种超能力，帮你们下个雨。下次不会了，我会改进的，我会下小一点的。算了，工具人上屏幕吧，上屏幕吧，工具人。我们等一下开一下画板哈。让我先打开画板，稍等，可以啦，我打开我的画板了。嘉兴糖工厂什么资本家，我干嘛啦？打开我的画板，看到了吗？这是我的新画板，我还没有使用过呢。今天我来跟你们一起玩你画不对，我画你们猜的游戏。可以有浪漫主义小家人吗？嗯，那我今天画一点浪漫的东西吧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。然然，你要是被婉婉什么就眨个眼。婉婉她挺好的呀，她刚练完舞来着。然然，我是一家工厂的小管理，最近工厂突然破产，工友们四处漂泊，在一些工友的帮助下，我们建了新工厂。我们很多工友也是嘉兴糖，希望新工厂能在然然的庇佑下蒸蒸日上，比心，加油！虽然，帮得上忙吗？虽然你们叫我资本家，但是我不是啊，对吧？简简单单给你们加个油，加油！你们要猜几个字是吧？那就简简单单一个字。等一下哈，我想一下，我思考一下这个应该怎么画。不要着急，哈哈哈，别哈了，一个字，你们快发散一下，猜一下，第一个词。深一点 ，yes， 笔刷用错啦。这个好像没有那种吗？那你们就将就看一下吧。哎，绿冰记，不是告诉你们几个字，这不是更容易猜吗？就是那种很形象的，是吧？简简单单的画一棵树，那答案肯定就不是树啦。你们往难一点的猜好不好？祝这位过生日的小伙伴生日快乐，希望看然然直播也能开开心心的哦。这个笔刷有点卡，不是煤，不是竹，不是植物啦。都说了没有这么简单，我难一点的猜。虽然我说简简单单第一题，但是我跟上次那个一个字还是有进步的，好不好？嗯，换点颜色吧，换点开心的颜色。春末雪梅棍，怎么还有猜棍的？
枝，为什么还有枝的？这不都在天上吗？雨天住不设，然然可以画一个怪画粉色小矮子吗？你还把矮打错了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落飘不对，你们往，哎，我要自己 Q 自己了，你们往抽象一点的方向猜。我要把这个关掉。哎，谁说我们猜对了有没有奖励木马的？那不是你们前两题都没猜出来吗？我精心准备了这么久，你们秋堆带烟空，我觉得我像在这里读字典。飘，哎，有一点点像了。洒不对，接近了但是不对。再给你们加点动态的线条吧。呼呼，你看不出来哈，这个颜色太深了，懒得调了。猜吧。哦，我看到有对了的。是撒呀，是撒，所以我这个风一画出来，你们就能猜出来了，是吗？是撒，是撒，就是形容风的那个撒，知道吧？对啊，就是撒，不是用来形容风的吗？我应该画上这个动态线条，你们就应该猜出来了才对啊。啊，是这个撒，立字旁一个风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撒就是用来形容风的。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什么撒撒风也？忘了出自哪本书了。还有那个什么有风散然而至，好像也是哪本书背的哪句来着？就知道吧，就那个撒，什么雨啊，撒就是形容风的嘛。不信你们立马去查那个某度某科。撒画和加勒就猜出来了。对了，加勒是谁？加勒是谁？哎，你们要是不认识我们王力口乐是谁的话，我回去打电话就跟他告状。我有点不会用这个，等一下让我看看能不能新建图层，不可以是吧？那我就撤销重做。在哪呀？你让我找找看哈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好，不是，你们要是这样故意的话，那我也故意跟王力可乐告状。我可是传话筒耶，你们忘了上次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们老说一些不正经的，结果我告诉他们都是什么不正经的话。也不是我想念，也不是我不想念，就是大家都是那么真情实感的，对吧？我不念也不好。全部擦掉吧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保存下来。怎么办呢？ I need help。 这里新建吗？保存。一哦，好了，不愧是我上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睡得超级早，我看完婉婉的直播，然后我10点多就睡着了，然后8点钟起的床。哦，
我好久没有，我好久没有睡那么久了。但是我今天早上3点钟又醒了一次，该死的生物钟，5个小时的生物钟。大家好好睡觉哈。我们看看下一题，我来看一下我准备的下一题是什么。咦，我觉得这个题我有东西可以画。什么小猪佩奇睡那么久？我想一下哈，怎么给你们画？2个字。你们会说不是啊，是，哎呀，是2个字，就是一个现场，我只能提示到这里了。他竟然不能按 Ctrl 移动，哼，他是一个。普杰，谁说的普杰？我好像没有，哎，我看到是死，哦，我怎么就把答案讲出来了？我想说，我看到正确答案了，然后我说我看到是死答案了，没错，答案就是是死。我本来还想多给你们一点提示的，就是。我还想用这个颜色标出来的，你们知道吧？我本来还想用这个。哎，就知道吧？就是有一次我去跟大家一起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说我要去上个洗手间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就自己扮自己，然后就给自己就是。当众，就直接趴地上，然后就但是其实啊，其实大家有时候只是像我那个时候摔倒的时候，只是觉得只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暗示，觉得大家都在看我，但是其实并不是的，不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你的。没关系的，所以大家以后什么左脚绊右脚什么的，自己在路上绊了一跤啊，没关系，你就马上跳个舞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马上做个原地的 wave， 然后做个那个原地的弓步拉伸，对吧？你说多炫呐，引人注目。啊，哪个是我？那肯定不是摔在地上的那个是我呀，对吧？不是，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比较，就是比较，我有点害怕大家都在看我，但是我又很喜欢在人群里面，就是假装自己不存在。我看到有人说，啊，我会问路人我帅吗？请下次务必要这么做好吗？翻转了，以为没人看到，其实大家都在看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讲，绝对不可能，大家都是好人。当时，
大家都在旁边问小姑娘你有没有事啊，不是小朋友哈，大家都说 小姑娘你有没有摔着，你疼不疼啊，然后我就没关系，我不疼，就是不小心摔的。然后后来我走电梯的时候，我就一边走一边哭啊，我也不疼啊，我就是好尴尬呀。然后现在就想到啊，好笑啊，怎么回事，怎么可以这么好笑、啊？哎，算了，不聊这个了。大家都有什么世界级的那种尴尬社死现场吗？跟我分享一下，让我现在那个不要那么尴尬好吗？谢谢你们，我代替一个活，谢谢夹心糖们。别笑死了，有没有什么尴尬的事情啊什么的那个跟我分享一下啊，就命名为二吧。我也不知道他等一下那个保存在哪儿。等一下再说吧。好，现在也是三个字。工具人，你能给画板单独的一个屏吗？我想去拿瓶水。给画板单独的一个画面可以吗？谢谢你。咦，走错方向啦！啊哈。大家稍微等个三秒钟 ，OK， 等个三秒钟，别哎嘿了，我不哎嘿了，我画画，也是三个字。什么？在公司用人人当桌面被老板发现，这算什么尴尬的事情吗？真的吗？确实用一个陌生女孩当壁纸，是有那么一点。要是我用向晚当壁纸，然后被其他不认识向晚的人看到，好像也确实有一点算了，画吧，别说了。上次你们还记得婉婉，我跟婉婉一起约了那个一起去舞房跳舞吗？我跟婉婉一起约了舞室的课，然后我跟她一起跳，然后一起流汗，真的就是感觉超爽。本来他是说想去上 hiphop 课的，然后我说我没有能上那种就是酷酷的舞的衣服，然后我就算了，然后我以为他还是要去上那个课的，没想到他就说跟我一起，我就哇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好宠我呀，就大家好像都挺宠我的哈。这样子你们能看得到吗？哎呀，用错笔刷了，我说话的怎么这么不顺手？然后当时我们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舞房上课的经历，我跟婉婉当时就是学完一个几十秒的那种成品舞之后，然后老师就给我们分组嘛，分完组之后，然后婉婉跳完下来就冲着我笑，然后就哎嘿嘿，就哎呀他好可爱呀，然后他说我跳完之后也是冲他笑，一下来就冲他笑，他说，然后我就问他也不是我问他，他自己跟我说的，说当时我跳完之后就觉得有一种怎么说，就觉得哎呀我们然然好棒呀。他真的很少会对我说这种话的，只有我真的在他面前
面前就是知道吧，一个人在遇到比他某项技能厉害的时候，就会有那种闪光点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跳完舞的时候，在婉婉的眼里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吧，我猜是这样的哈。你们别忘了猜题三个字，我还是给你们标一下吧。三个字是一个，我觉得跟你们说完他就没啥好画的了。怎么晒太阳？我还没有画到重点呢。简简单单两个脑袋，能看得到吗？老大爷，有对了的地方。没想到吧，这都有对了的地方。是不是画得太远了？再近一点。谁猜的加晚饭？应该给你画一个，这样子的。马什么没？为了不给你们越带越偏，我告诉你们，它是一个梗。你们好好猜三个字哈，我觉得哪里画的不对，那我就再来一遍。假如说它是个后脑勺，好不好？什么？让我看看，黄昏恋、夕阳红、果丹皮，不是啦，他们俩头发都那么长，怎么可能？让我画的那个简单一点，你们好，那个傻一点，这里才是，我的笔呢？这里才是，看到了吗？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那种。哎呀，还没画完，对不起啊。还没画完。这个颜色，好难看呀。绿一点，灰一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这才符合我的调性。老两口，都说了是个梗啊，老两口是什么梗？真是度蜜月，不对哈。还有吗？哇，我看到了，哇，你们的，我真的得夸你们，我一直都说了，我们那个一个活儿还有嘉兴堂们的脑回路真的是很厉害，爷青回都被你们给猜出来了，你们说厉不厉害？是吧，我都觉得你们很厉害，以后谁再说你们不厉害，我就使出我的番茄炒蛋拳。啊，我都夸你们厉害了，你们还问号？问号什么呀？别问号了。你们不厉害吗？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啊。爷青回怎么猜不出了？你们这不是猜出来了吗？是我看错了吧？没有啊。爷，这很明显是那个我加了白头发对吧？还要我给你们解释一遍，我还以为我跟那个嘉兴堂们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就是不管我想什么，你们都可以马上知道我那个。算了，
既然我今天是超现实主义小家人，没关系，我就当一天的抽象小家人吧。一眼望过去，对吧？就是两位老人在海滩，在海滩旁边，在海滩旁边。那就说明一位是爷爷喽，爷这个字是不是就有了？那个青色的大海。你们就当它是青色的大海，这不是青色吗？就是青色，对吧？我还特地用了这个颜色呢。回，你们看这两位老人，肩并肩，手拉手，浪漫的在……我给你画一个夕阳，不浪漫，我给你们浪漫。在漫步在夕阳底下。多美呀，是不是？你们想想，这是不是一幅很美的画面？太美了，不能再美了。哎呀，画不下去了，你们当它是夕阳就好了。没有一点成就感哦。好，哎，我看到有人说反转了，我永远和然然心有灵犀，只是故意假装猜不出来逗然然玩。谢谢你，还真的把我逗笑了，我觉得你们还是，厉害。保存，你叫三吧。我还记得我以前，就是假期的时候，有在家里拼那种拼图，然后我的最高记录，我拼过2000片的那种拼图，就不知道你们玩不玩那种，我觉得益智小游戏特别喜欢，特别适合我。你们听我讲完嘛。然后我当时因为2000片的那个图实在是太难找了，我还特地去定制了我的画，就拿回来拼的时候就发现，哎，这一块是什么东西，那一块是什么东西，我有画过这个颜色吗？这个线条好奇怪哦，这是我画出来的吗？然后就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的那种感觉？我真的很喜欢玩那个，然后我还拼过那种五彩斑斓的黑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？我好像看，有好多 UP 主好像都有玩过那种。然后我拼完了之后，我就跟我爸比说，我说送给你了。然后他特别认真，然后就买了个画框，然后装订起来了。后来和爷爷奶奶一起吃饭的，回老家的时候，然后跟爷爷奶奶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提到这件事情。哎，不是我主动提的，是我爸比一定要说这件事情，他觉得非常的自豪。然后他就聊到这件事情，然后我爷爷就说，那我再提个字，你们一起带回去那个装起来吧。然后好，爷爷家里还有很多那个你写的对联呢，还没有用完。我爷爷可厉害了，他会好多种那个类型的书法，是什么草书、行书、楷书，他都会。他比较擅长那个行楷，但是我好像只学到了正楷，我不行。然后有一次就被我奶奶挂在了，就是我写那个正楷挂在了我爷爷写的那个各种书体那个旁边，就是一眼望过去。哇，这个对比太明显了吧，我恨不得马上把它拿下来。下一题了，今天是玩的你画我画你们猜。难一点哈，比较抽象，今天我叫抽象小家人。其实我觉得写书法的时候就是很能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，你们可以试一下的，写书法挺好玩的，真的。这个笔刷怎么这么粗？看仔细了哈。你们大概理解一下就好了。我也画不出来个画小一点吧，不然感觉画不下了。
哦，这都是梗啊，你们怎么可能猜不出来？你们网上冲浪这么厉害。不是啦，我也喜欢网上冲浪，谁不喜欢网上冲浪呢？对不对？网上冲浪既然能给自己带来开心，为什么不呢？哎呀，哎，哪里画的不对？因为这个手指头画的太短了。四个字，那个可能手的形画的不是很好，你们将就看一下吧，好吗？一，这样能看懂了吧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哦，给你一拳。这哪里像拳啦，这不是普普通的一个手吗？嗯，然后四个字哈，四个字。嗯，诶，好果汁。你们都知道我以前发的那条动态吗？我以为，哎，我以为你们都不记得那条了呢。好果汁，我跟佳乐的那个，那个有一条动态。不是我跟佳乐的一条动态，是 P 了我跟佳乐两个人的那个表情包，知道吧？别想那个什么好果汁了，你快猜嘛，快来猜。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将就看一下吧。死亡一指，下次一定。哦，那的手是什么？还有什么啊？还有吗？我想想哈，再画一个喇叭会不会比较那个比较好？不不不，四个字 ，I want you， 不是。你行你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喂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，也不是超级敏感啦，不是啦，哼，你们要不要提示？你们要对吧？那我想想，你别说话。这个字很重要。买一送一，很接近了。一键三连，还要来点提示吗？还要吗？不是都已经说了，就中间那个，往那个想不到的地方去想。为什么是四个字五个字不行吗？因为我找的是四个字的题目啊，你好奇怪哦。哎，有一说一，恭喜这位小伙伴答对了。然后其实我想让你们打的是这个弹幕啦。但是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打出这个来吧，那有一说一也算你们对吧。阁下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，说得好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们听懂了吗？哎呀，算了，给你们一点那个好猜的题吧。你们还要猜吗？你们还想猜吗？我想一下哈，我可以画一个
今天其实是想让你们猜那些就是网上乱七八糟的，也不是乱七八糟，就是很厉害的那些梗。然后画着画着好像就有点偏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画一个。我给你们往简单了的画怎么样？我绝对会画的简单一点的。Believe me, OK。算了，告诉你们几个字吧，这样子感觉你们也会好猜一点。梗哈是梗哈。首先要画点花里胡哨的东西。抽象程度堪比带刺的玫瑰了，哇，这是对然然的最高赞赏吗？谢谢你。我也觉得是的。我觉得这几天就是我在想这些题目要怎么样才能更那个厉害一点，然后就哇，就打开了新世界，打开了新大陆，你们知道吧？花怎么画来着？我好像没怎么画过花，算了，你们意会一下吧。只要我画的够凌乱，它就是一朵花。只能骗过我自己。然后要给他画的非常的我想想，这个词不能说的字有哪几个字。非常的厉害。对不起，我被自己笑的。嘿，完了，要开始抽象画了。嘿嘿，看到了吗？这硕长，这纤长的睫毛，然后一定要带那种大波浪卷，看到了吗？一定要非常多的卷卷卷。这里画下来吧。毕加人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吗？他的嘴巴没有这么小，眼睛也没有这么大。你看我的眼睛跟他的眼睛，对吧？我的眼睛没有这么大，你们看清楚，我的眼睛没有这么大。是梗啊，你们往梗的方向猜猜看。就是它一定是被鲜花绿植所包围，身边有非常非常对啊，就是凡尔赛，你们这不就猜出来了吗？厉害呢，给你加个腮红吧。算了，别加了，好奇怪啊。呀，怎么回事？可是它的精髓不就是要加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吗？是吧，就是要加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然后他的耳环一定要很长。可是凡尔赛最开始的意思不就是这个吗？他就是花里胡哨，不是花里胡哨哈，就是这么来的呀。最开始你们不知道吗？这不是叫玛丽苏吗？好，那答案改成玛丽苏。哎呀，人家就叫凡尔赛嘛，不可以吗？他不可以叫凡尔赛吗？给他画点叶子，他就像个玫瑰，他就像个花了吧？这是然然，你已经比我们都要厉害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是对然然的最高夸奖吗？我接受了，谢谢你们。当然可以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不可以，我还是坚持我自己。他就叫凡尔赛。今天毕加然送给大家的最后一幅画。
圆满。凡尔赛。其实我有给你们出了好多题的，没想到我画的这么慢，天哪！人人用的啊，然然用的这个画图的设备叫什么？这叫画图3D， 电脑自带的。我也没想到呀，就是突发奇想，想试一下用这个软件。你们要是想看我画画的话，那我下次再给你们画就好了嘛，好吧？明明是茶花萝莉呢，茶花萝莉是茶萝的简称吗？花萝也可以啊，茶萝、花萝、茶叶、绿茶，茶奶茶、奶萝、绿萝，其实都可以啊，你们都可以叫嘛，都没关系的。还有粉色小矮子、粉色小恶魔，你们给然然起的那个小外号，你们怎么喜欢叫然然就怎么叫哈。记得今天晚上也要跟然然一起早点睡，哎，不睡的人有难啦。不是，不早点睡的人有难啦，那个熬通宵的人你给我注意身体哈。然然画的是凡尔赛玫瑰吗？不是的，就是只有凡尔赛。我画的是凡尔赛啊，对，它不是凡尔赛玫瑰呀、啊。好吧，大家早点睡哦。我也要早点回去睡觉，大家晚安哦。下次我觉得你们能全部都猜出来的。你们看，上次连第一题都没有猜出来，这次起码第一题猜出来了，对吧？晚安啦，晚安啦，晚安。起来，起来的梦境和你一起冲向前方，划破那夜空的激情。偷偷的收拾起行李，现在就启程，带着冒险的勇气 ，Follow me。睁开毡房门。
享受是去心里现在这就承担着冒险的勇气 Follow me 享受去心里现在这就承担着冒险的勇气 Follow me